我是苍辉学院外事部主任叶知秋，请问你们是哪个宗门的？我们是史莱克学院的。史莱克，好像没听说过呀。那是你孤陋寡闻。这几个小怪物看来并不是什么大宗门的子弟。是记忆上，魂王级别，恐怕只能用暗器了。啊，兽魂，血龟。你们老师呢？这件事儿由大人来解决。就凭你这个老乌龟，还想见我们的老师？我们几个就足够收拾你了。你说什么？好。 我就替你们老师教育教育你们。各位大爷，那个，求求你们不要在小店打，小店，哼！我在外面等你们。这个人武魂是玄龟，我可以肯定他是一名防御型战魂师，攻弱守强，弱点明显，我们不一定会输。朱青、慕白还有我，我们三个人速度快，在旁边牵制，小舞一旁接应。 玄龟属水，正好与胖子的凤凰火焰相克，水可以克火，火也一样可以克水，就由你在外围发动攻击。奥斯卡、香肠支援胖子，我们人多，持久战耗死他。唐三，那我呢？那个，你武魂比较特殊，就随机应变吧。走吧。 想让大家认可你，就用行动来证明，你是属于史莱克的。加油，老师加油！加油，老师加油！加油！老师加油！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现在认错。 还来得及，先打败我们再说吧。哼，那就让我教教你们如何做人。记住了，我们不是人，哼，是怪物。老师加油！老师加油！ 老师加油！加油！第一魂技，白虎，烈光，波，第一魂技。 红俊，厉害！这就结束了。炭烤乌龟，不对，又一丝寒气，第一魂技。 玄龟护体，打断他！白虎烈光棒，玄龟的防御力果然可怕。第二魂技，泉水冰封。对面一开战就用出两个魂技，想速战速决没那么容易。幽冥突刺，玄龟护体，这是什么操作？ 缩进去了，没想到吧？手抽不出来了。第三魂技，泉水，你敢？缠绕，泉水，击打。
想隔绝我的寒意，只可惜你的魂力还差着十多级。哦，是吗？白虎护身咒。身体彻底被冻僵了。缠绕。该死。白虎护身咒，不好，要被冻住了。胖子，老大，滚！一起去死吧！难道我判断错了？这玄龟不是防御类武魂。这几个小鬼，大晚上的，你们不去休息，跑出来干什么？都回去睡觉。等一下，什么事？你是他们的老师吧？刚才你们学院的学员侮辱了我们苍回学院，你是不是应该给个交代？交代？有什么可交代的？苍回学院，你们平时欺软怕硬，惹是生非，依我看，还就是个垃圾学院。真够废物的，连一只乌龟都搞不定。等回学院，我再收拾你们。赵老师，后面。都滚回去睡觉。大家用实力说话。感觉果然不错。老师，你怎么样了？你们几个真是给我丢人。这次先记着，回去以后必须给你们来一次特训。为什么刚才不用武魂辅助大家？那时候不合适，我想等。蓉蓉她应该是想等慕白施展白虎金刚变的时候再用，对吧？出其不意，不错。你们记住，既然入了史莱克，就是一个整体。好了，都回去睡觉吧。是，赵老师。
森林远非那些国家圈养魂兽的森林能敌，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千年万年的魂兽。待会儿进入森林，你们谁都不要离开我超过20米，尤其是宁荣荣、奥斯卡，你们俩要特别注意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轻易攻击魂兽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出发，慕白、庞三，开路。停一下，怎么了？这里低级魂兽较多，咱们绕一下。魂兽成长缓慢，能避让尽量避让，万一误伤误杀，不用几年森林里就没有魂兽了。有道理，那咱们避一下。还有一个原因，一旦发生战斗，血腥味和声响很可能引来强大的魂兽，我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您小子见识不错嘛。这些知识都是老师教的。都提高警惕。行了，有东西高速靠近。奥斯卡，宁荣荣，靠过来。我到树上看一下。看清了吗？好像是一条会飞的蛇。会飞的蛇？长什么样？看不太清。飞蛇离地不高，差不多2-3米，头上有个鲜红的肉冠，
尾巴长什么样？尾巴？是个扇形。是凤尾机关蛇。哈哈，奥斯卡，你有福了。就是不知道这条蛇是多少年的。盯住它的方向，准备猎杀。朱青，看一下蛇的长度多少，翅膀什么颜色？长度大概6到8米，翅膀是淡红色的。来了。